周洛绝对有问题。周洛会是喜欢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吗？我不希望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前途。关于你退学的事件，我一直很内疚，是我没有处理好跟你的关系。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弥补你。全班最虚伪的人就是周洛，一天到晚不想学习的样子，背地里灯都开到半夜。他叫杨梅，是我们系理论力学的老师。不过这个人的性格呢，比较冷淡，年近40了还是单身，平时跟同事呢也不是太亲近。对班上的大多数学生呢，他也都是清淡交往，可唯独喜欢和照顾这个周洛，这就引起大家的议论了。有人甚至说，他俩有不正当的关系。那他们有吗？这根本什么都不算。就连千玺这么重要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甚至都没有找到他，这也不算什么。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一直都在一起。在周洛离开江边之前，你们确实在一起。但是那天晚上，周洛也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知去向，而这恰恰就是跨越千年的时候，你也不介意吗？因为那一个半小时，我们也都在一起。但是在之前问讯的时候，你说你并没有找到他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我们在一起。这需要隐瞒吗？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了那种事儿。什么事？就是男女之间会做的那种事儿。我会替你保密。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，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提起。徐毅不是人，南雅身上都是伤。新的改着旧的，你都看见了。他让我帮他拍照留着。幸亏我姐没嫁给徐毅那个狗东西，徐毅这样的人就该去死。周洛，周洛，你不要冲动。我们几个学生能拿徐毅那样的人怎么办呢？他可以去复联的，他可以离婚的。可就算他跟别的男人有什么，那也没道理被打成那样啊！他那天根本就不是去私奔。周洛，今天晚上这些东西都给我移走。啊，死人那边已经封锁，肯定会调查到这，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明天调查小组要来了，如果出事情，我找你们算账。徐毅肯定有鬼，他又是个人渣，表面跟徐毅闹掰，背里却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幸亏咱知道了，要不什么罪证都留不下。你说徐毅当着全市人的面也那么一说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给自己戴绿帽的，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。就是，他不仅抹黑了南雅，还拿婉婉做威胁，不能离婚。大乔这件事情，徐毅肯定还有猫腻，我们就这么头疼跟着他。到时候说不定会发现什么重大证据，可以一次性把他送到牢里。我赞成，正好跟我姐出口气。可是大乔案摊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本来也是要接受调查的吧？那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他们只知道表面上的事情，不知道背后的脏事。他们明里查，咱们暗中查。你们谁有相机？好一点的。我有，我家有个单反，有点小毛病，但是还能用。